这边有露营区哦，对面那边就是露营区。哪里啊？对面那边就是露营区。哦，就是露营区哦。我们要从露营区旁边这条路走。露营区旁边这一条路。他这个是旅馆还是什么东西？不是，它是什么保护？那个保护地方，什么阿航路？感觉像是可以展那个。啊，有展示馆呢、啊。类似吧。类似。关火器要注意。OK。现打。对啊，这条啊，对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里面走也可以啊，也可以走里面吗？好，外面，里面就是他的，确定，应该是，对嘞，加伯，外面这一条啊，里面就是他露营区啊。对啊，泥土路，里面是那露营区的。落叶注意，落枝注意。三种雨，四种。有两条哎。左边。右边去哪里啊？右边好像也绕一圈了。右边上山吗？这边没有上山。左边。它这边有那个土哎。嗯，对，这边没有错。现在地虽然没错。它这是木头，应该写过什么？哎，温泉街，这边可以走哎，温泉街。对啊，走不到远路的。等一下走，这边走回温泉街好了。Pocket， 湖边怎么会是 boat？ 哇，这边就是边的人啊，走吧。LAKE 吧。不是的 ，lake 它就会 lake， 它是 pocket。这边就是边的。还有围绳子，不让人家下去呢。哎，真的嘞，阿航湖。嗯。这边有那个哎。哇，这边风景漂亮。所以拍背影适合啊。哦，这边漂亮。这边拍背影适合啊。背景要拉着进来啊。等一下，你回去传来给我。嗯，人。脸孔亮了，暗了。没办法、啊、你能量后面紧就会破破布。我要进来，你要蹲着。不用。等一下哦，可是你的手会按掉啊。这个吗？还有来，对了，本来才刚好可以拍全部。